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啊，请坐，大家请坐。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。二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达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注中中尊。二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达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注中中尊。二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达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注中中尊。今年六月间呢，我应邀到斯里兰卡讲经，啊，还是讲我们这一部啊《无量寿经》。当地的一些法师啊，告诉我，讲经之前呢，带领大众一起皈依三宝。这个建议非常好，我接受了。那么在早年讲经呢，还有仪规，仪规它真正的目的是把戒跟行融合在一起。啊，仪规是行门，因为佛陀的教学、圣贤的教学，如果没有真诚心、没有恭敬心，是学不到的。啊，仪规引导我们升起恭敬、啊，真诚心。啊，恭敬心，对于圣贤没有丝毫怀疑，啊，欢喜接受，才能得到利益。啊，这个话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有多少人听经听了几十年，没有得受用？啊，为什么呢？在日常生活当中，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啊，依然呢习气很深，并没有能够改过来。今天注解里头引用的大智度论，啊，大论里面这一段话，我们看了非常受感动。啊，连这些阿罗汉见思烦恼真的断尽了，见思习气还在，他是习气，他不是烦恼。啊，所以不影响他正果，影响他向上提升，
那么我们今天是现行，不是习气。啊，如果是现行，不是习气，那换一句话说，将来它决定障碍我们往生。啊，我们想不想在这一生当中往生极乐世界？想。啊，能不能去得成呢？没把握。啊，什么原因？现行不能够放下。现行是造业。啊，造的什么业？一切不善业的根本，都是出于自私自利。啊，功高我慢，是非人我。啊，再说的明白一点，贪嗔痴慢疑，其现行的，都不是习气。啊，身见、边界、啊，见取、戒取、邪见。这个毒太深了，去不掉啊！啊，真正具足善根福德的条件，像《弥陀经》上所说的，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。我们是善根福德都没有。缘由啊，的人生闻佛法遇到净土，这缘具足，缘虽具足，没有善根福德不能切入啊，也就是说听不懂，学不到没有智慧，只有烦恼。啊，这是我们当前学佛最严重的问题。啊，所以三规是时时刻刻提醒我们，我们早晚课念三规。啊，每一天这两次讲经，念三规，念三规是真的皈依。啊，借着三规的文字提醒我们真皈依，这起作用啊！啊，时时刻刻不离三宝。啊，归是回头，我们有没有回头？一是依靠，是不是真的依靠了？啊，所以多少人天天还是念在口头上，心里头没有佛法僧，没有三宝，心里面还是贪嗔痴，啊，还是自私自利。啊，这个这样学佛。学一辈子都不得了啊，最后还是要搞六道轮回啊，这就是三皈依重要啊，时时刻刻提醒的，我要回头啊，我要依佛 啊，这个佛是自性佛，不是外面的啊，佛是觉悟的意思，以自性觉，从迷惑颠倒回过头来，以自性觉，这叫皈佛，不迷信。
啊，看到释迦牟尼佛就想到自性佛，见到阿弥陀佛也要回归自性佛才管用啊，自心弥陀佛，唯心净土啊，皈依法，法是真知真见，法是菩提心，法是真诚心。啊，真诚心就是法。啊，真诚心能生万法，这个万法是十宝庄严土。啊，不是十法界，十法界是妄心生的，不是真心。所以我们用妄心，就脱离不了十法界。我们是更可怜，连自己造作罪业不知道，将来堕地狱不知道什么原因下去，你是多么可怜啊！满以为这一生呢都在做好事啊，不知道啊，我们全做错了。怎么错呢？完全是为六道轮回，制造六道轮回，你怎么能处理六道轮回？要想处理，从今天起，远离六道轮回。六道轮回是什么？是见思烦恼。啊，见思烦恼，见就是你看错了，思就是你想错了。你对人、对事、对物，看错了，想错了，果报就是六道轮回。啊，所以我们要依佛陀，佛陀教给我们正知正见，啊，正确的观察，正确的思维，那是远离身见边界，见取戒取邪见啊，把这五种错误的看法放下，不再用它啊。头一个，把身体看作生活啊，你去问问，打听打听，哪一个人不是把身体当作我？佛告诉我们，这是身见的根本，身不是我啊。大乘佛法佛告诉我们，我不生不灭了，身体有生有灭，这就知道不是我啊。生有生灭，我不生灭，一般人知道什么？灵魂不生不灭，哎，灵魂又就投胎去了啊。那灵魂跟身体比起来，灵魂是我，身不是我。那佛告诉我，灵魂不是我，为什么？他还会去投胎。我呢？我不会去投胎，我是成佛了。啊，佛怎么会去投胎呢？哪有这个道理呢？啊，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，示现八相成道就投胎，那是变把戏，不是真的，是表演节目给我们看的，不是真的投胎。啊，真的投胎，那他跟我们一样是凡夫。啊，不但佛不投胎了，阿罗汉都不投胎了。
啊，阿罗汉是在佛教里的小果、小成就啊，不是大成就啊。啊，声闻缘觉小成就，菩萨是大成就，正道佛果，啊，《华严经》讲的妙觉如来，这是究竟果，真的毕业了。啊，这也是学佛终极的目标。我们学佛要学到什么程度？要学到回归常寂光。啊，跟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融合成一体。怎么融合？常寂光，光就融合了。我们这个教室里头有十几盏灯。你看，灯都打开了，光跟光融在一起。我们真正证到究竟果位，我们入常寂光了。啊，跟一切诸佛如来的常寂光合在一起。啊，你要晓得，一切如来所修所证，入了常寂光之后，全是自己的所修所证，不可思议啊！到这个时候才真正是全知全能，啊，变法界、虚空界，一切万法没有一样你不知道的，啊，你对一切诸法、性相、离事。因果，一切通达明了，这叫成佛了，这叫回归自性。那所以我们念念不忘，佛告诉我们的，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，我们跟佛是平等的，从理上讲。从性上讲，从体上讲是平等。啊，每一个众生都是佛。谁知道？普贤菩萨知道。啊，谁能对一切众生从内心发出真正的恭敬？普贤菩萨，十大愿望里的第一条，礼敬诸佛。礼是有礼貌，敬是有诚敬之心，对一切众生。为什么？一切众生是诸佛。我能有这个看法，能有这个想法，有这个做法，恭喜你，你成佛了。你有这个看法，有这个想法，你还没做到，你是菩萨。你做到了，你就成佛了。啊，那我们今天听说了，听说怎么样？不相信呢？啊，怎么知道你不相信呢？如果真相信啊，你对他就很恭敬；你不相信，对他自然恭敬心生不起来。啊，你相不相？相不相信？有极乐世界？相不相信？有阿弥陀佛？我半信半疑。这是你讲真话啊！学了这么多年了，好像相信，真的呢？真的不相信啊！从什么地方知道不相信呢？你还有自私自利，你还有是非人我，你还有贪嗔痴慢，就是你完全不相信。真相信呢，这些东西全放下了。
62年前呢，张家大师教我一个检验，修学功夫是真的是假的，用什么检验呢？就用做到没有，持戒、不杀生做到没有？我是不杀生了，蚊虫蚂蚁都不杀了。我有没有叫人生烦恼？叫人生烦恼是怎么回事情？叫人生烦恼也包括在杀生里头。有没有这种行为？我看不顺眼，我把他教训一顿，不管有理没有理。错了，释迦牟尼佛一生待人接物，跟中国孔子一样，温良恭俭让，他真做到了。感化人而不责备人，所以等得人心的，受你感化，从内心起来佩服你，尊敬你。明明他是错了，你去教训他，内心不服。我知道我做错了，我不佩服你。你这种态度对我，我记在心里，将来有机会我决定报复你。这一生没有机会报复，来生没有机会报复，后生生生世世没完没了。你看跟众生结这种怨，今天你地位高啊，你超过他了，来生他地位高，他超过你。六道就是搞这些把戏，这个游戏不好玩的。所以我们搞清楚了，我们要了生死，超三界，不再搞轮回了。一了百了啊！遇到这个法门呢，一生决定可以做得到，如愿以偿。真正念佛人愿心平等，用清净心，用平等心待人接物，清净平等里头的爱是真爱。为什么呢？没有条件。无缘大慈，同体大悲。无缘就是没有原因的。我跟你并没有什么关系。这个爱心是自然的，这个爱心是真正的，人人都有。把我见放下之后，贪嗔痴慢疑放下之后，自信里面的真诚的爱心就升起来了。这个爱心叫慈悲心，慈悲就是没有条件的爱心，通常世间人讲爱心有条件的，我爱他，为什么？他是我的儿子，我爱他，他是我的父亲，有条件，不是无条件的。无条件冤亲债主一律平等，这个人回报我，侮辱我，羞辱我，
障碍我啊，甚至是啊，还想伤害我，对他怎么样呢？平等的爱心，没有丝毫差别啊！这是什么？这是菩萨啊！阿罗汉还有分别，菩萨没有分别。啊，张家大师教我检验的方法，做到了，你真相信；没做到了，你根本就不相信。不要以为自己幸福，假的不是真的。啊，修行在哪里修啊？在待人接物上修。啊，从早到晚睁开眼睛。你所看到的一切人事物，就是你修行的大道场。修什么？修觉而不迷，这就是皈依佛；修正而不邪，这就是皈依法；修静而不染，这就是皈依僧。啊，佛给我们提出三大纲领，要落实。啊，真正的菩萨就像弥勒一样，不带和尚。啊，他从内心里面生的笑容，对待一切人事。没有丝毫迷惑，没有邪知邪见，啊，没有任何染污。啊，他的爱，他的笑容，啊，是从自信里面生出来的，没有通过阿赖耶。阿赖耶是妄心，这叫真修行啊！啊，这是真正皈依三宝了。皈依三宝的人，他必定修无界是神，自然的，没有丝毫勉强。啊，决定没有伤害人的念头，没有障碍人的念头，没有给人为难的念头，念头都没有，何况行为。啊，不偷盗。绝对没有占人丝毫便宜的念头，不偷盗才圆满呢，还想占一点便宜，那叫盗心，那个心不清净。啊，不愚痴，不傲慢，不怀疑。叫无德了啊！贪嗔痴慢疑无毒啊，没有比这更毒啊。翻过来是无德，不贪不嗔不痴，不慢不怀疑啊。法，这皈依法啊，皈依僧，见到出家人。啊，不要问他，啊，不要去批评，不要说这个出家人啊是个好出家人持戒，那个出家人是破戒，你在造业。啊，你赞叹这个出家人，你造善业，果报在三善道。你毁谤出家人造恶业，果报在三恶道。啊，善业恶业统统出不了六道轮回，叫轮回业。啊，应该怎么样呢？应该看到出家人身心清净，一尘不染，善恶两边都没有。啊，这就是真正皈依僧，三十六合敬。
啊，所以皈依僧，众中尊，这什么意思？啊，众是团体。啊，佛门里头，四个人在一起叫众，叫一众，就是一个团体，四个人。啊，但是四个人要修六合敬，见合同解，戒合同修，身合同住，口合无尊，意合同悦，力合同均。啊，这六条真正做到。啊，这四个人，每一个人都做到，这叫僧团。这个世界上，只要有一个僧团出现，不要多啊，一个僧团出现，这个世界上灾难都没有了。啊，这一个僧团的功德多大，能化解整个地球灾难。啊，我初出家没多久的时候，啊，赵默林老居士，啊，这也是我们父辈的人，他大我20多岁，啊，有一天请我吃饭，在火车站旁边的功德林，啊，现在没有了，现在火车站重新建了。啊，我到那里去的时候，我没有看到别人，只有我一个，就是我们两个人。啊，他只请我一个。吃饭的时候，他问我，他说：“净空法师，你知不知道我今天为什么请你吃饭？”我说：“我不知道。”他说：“我有个问题呀。”很久放在心上，不能解决。他说：“我要向你请教。”我说：“不敢当，老居士，他是皈依印光大师的，啊，跟我的老师李炳南老居士是同学，他们是兄弟。”啊，我对这些人都非常尊敬，啊，我说不敢当，什么事情？他就讲地狱罪业了，无间地狱，无逆十恶，触佛身血，破后火身。他说无逆里面，在那个时代60年前很少啊，杀父亲杀母亲没听说过，现在常常听说，60年前没听说过啊。他说这个不容易啊，一般人不会犯的。他说最容易犯的破后火身。他说这个问题怎么办？啊，我明白了，他的意思我懂得了。我说我们吃饭，啊，欢欢喜喜吃饭，这个不必放在心上。啊，他说为什么？我说，经上说的没错，破猴合身。你什么时候看到猴合身？我这样一问他，一回想，他也笑起来了。两个出家人住在一块还吵架了。啊，我说我学佛没有见到活生的，他的想完全明白了。啊，
破和合僧团这一条，你想做都做不到，没有和合僧团，你到哪里去破？啊，这是事实啊！啊，我们念念，天天念六合敬，希望六合敬从自己做到。啊，这张家大师教给我的，不求别人。啊，我只求我自己，用六合待人接物，不求别人对我。啊，要求别人对我了，我就做不到了。啊，我们听佛的话，佛教我怎么做，我就怎么做。世间人做不做是他的事情，不批评。啊，他要做，我们欢喜赞叹；他不做是正常的。啊，在今天这个社会，正常的。啊，所以讲经之前呢，温习一遍三皈依是正确的。啊，我对南传小乘的国家我很尊敬。啊，他们念念不忘三皈。啊，我们要了解三皈真正的意思。皈依具，具而不迷；皈依正，正而不邪；皈依敬，敬而不染。自己的利益了，那利益不是别人的，是自利。啊，三皈是总纲领、总原则，如何落实？啊，敬业三福，这也是最高指导原则。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十善业。啊，我们讲孝亲尊师，落实在《弟子规》。啊，上一个星期，印尼教育部的官员，高级官员，啊，到香港来访问过，我很受感动。啊，这些人专程来的，啊，早晨的飞机到香港跟我见面吃一餐饭，下午就回去。啊，这个官员是高级官员，他主管印尼的中小学校，啊，1-2万个学校，啊，告诉我，他们希望在中小学落实《弟子规》，啊，问我怎么个教法，真难得了，啊，印尼。回教国家了，啊，看中了《弟子规》呀！啊，我也顺便提醒他，中国传统文化就是儒释道。三家是一体，啊，儒家的标准，做人的标准是无常、无德，无常，古圣先贤、老祖宗教诲，仁义礼智信。
啊，我们想想，我们做到没有？啊，仁是仁爱，推己及人。啊，仁这个字，你看这形状，两个人想到自己，就想到别人。想到别人，回过头来想到自己。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这个人叫仁人呐、啊。仁者无敌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真正是仁慈的人，大乘教里面称菩萨为仁者。啊，仁者没有敌人，没有敌对。啊，如果跟别人有对立，这个人不仁。啊，真正仁慈的人绝对没有对立，他跟我对立可以，我不跟他对立。要学这个本事啊！啊，他对我有成见，我对他没有成见。啊，他可以冤枉我，我不能冤枉他。为什么？他在迷呀！我现在开始觉悟了。啊，在这个时代呀，觉悟的人要吃亏呀。怕吃亏的人不会觉悟，哎，欢喜吃亏，不怕吃亏，觉悟了。啊，觉悟决定有好处。啊，好处在来生呢。啊，来生什么好处？到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。啊，这个好处是达到究竟圆满。不能不知道啊！眼前什么亏都吃，什么当都上，没关系啊！为什么呢？《金刚经》上说得好：“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”那假的啊！《金刚经》还有一首偈子说：“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”这是一场梦啊！啊，一场噩梦啊，不是真的。计较干什么？啊，不要计较，老实念佛，比什么都重要。啊，求生净土，我们的功德就圆满了。啊，习气难断。这个注解底下给我们说的，在844页第三行，啊，从当中下半部看起。佛三读永经物语，成佛了。什么叫成佛？华严经上。本觉菩萨断最后一品生相无明，那习气最后一品无明习气断尽，这个时候他入常寂光了。入常寂光就是妙觉啊，妙觉不住十八土，他住常寂光啊，这才真正究竟圆满。啊，所以三毒永尽，信心断掉了，无余余习也没有了，习气都没有了。啊，那我们今天
对人、对事、对物，我们一定要了解。现在我们处的什么社会？无主我识。我是食物，这个世界充满了无助食物，啊，到任何地方都不能避免。我们来到这个世界，那就学着呢忍受，在这修忍辱波罗蜜，啊，什么都能忍。没有不能忍的，啊，成就我们这一生，待业往生，啊，往生到极乐世界，清净阿弥陀佛，一生证得究竟圆满。这就对了，那我们这一生没有白来呀、啊！啊，不要说人家对我不好，对我很严格，对我很凶，那都是善知识。我在他的面前消业障，啊，为什么呢？不起怨恨，啊，真正做到。不但不起怨恨，根本就不起心不动念，这个境界高啊！啊，对这个人我们深感谢，啊，他来整我，我感谢他，我能承受，啊，我确实不生嗔恚。没有怨恨，啊，没有报复的念头，只有感恩。啊，所以，怎样修？修就是对人、对事、对物，啊，能像诸佛菩萨一样的心量，一样的态度，就对了。啊，孔子待人处事，别人对他的批评，温良恭俭让，他有五德，温和，态度温和，善良，恭敬，无论对什么人，对恶人，他都恭敬，啊。节俭、谦让，啊，孔子，那拿这五个字去看释迦牟尼佛，释迦牟尼佛具足，那五个字通通有，啊，这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要修行。修正我们错误的行为啊，我们不温和，要修温和；我们不善良，要学善良；我们不恭敬，要学恭敬。我们种种这些浪费，要学节俭。啊，我们不肯让人学的能让，啊，谦虚能让，啊，这些真修行的，啊，这一句佛号，这是口诀，啊，温良恭俭让都在这一句。阿弥陀佛名号之中，
啊，这真修行人，他真干。啊，三毒是贪嗔痴。啊，加上傲慢怀疑啊，五毒。啊，勇进断掉了，五毒断掉了，无余习气都没有了。啊，譬如戒禁火烧须弥山。啊，这个戒禁是什么意思？现在天文学里头讲的一个星系，它都有寿命，寿命到了会爆炸了，会消失掉。世界有沉住坏空，啊，世界的形成由众生在这边居住，在住的时候，啊，它有坏的时候，坏完之后它爆炸了，完全没有了，有空的时候。那么空中遇到缘，它又会凝聚在一起，啊，世界就是生出现了。啊，沉住坏空，世界成了。这样一个沉住坏空，叫一个大劫。啊，一大劫里头，世界有这四个现象，啊，沉住坏空。坏的时候，这星球被火都烧完了，啊，火烧须弥山，啊，须弥山是一个星系的核心中心点，从它开始。啊，这个星系崩溃了，消失了，是吧？一切地，一切地就是一切的星球，统统没有了，无烟无碳，都烧得很干净。啊，那么这个是燃烧，现在科学家告诉我们，这就是海豹。啊，太阳。分分秒秒都是在海报，啊，那么下面给我们举几个例子，如舍利弗成慧的语系，舍利弗成阿罗汉了，成慧确实断掉了，决定没有成慧心，但是他有成慧的习气，啊，带着有这个习气，啊，蓝图是释迦牟尼佛的弟弟，亲弟弟，啊，他有淫欲的欲习，淫欲有没有？没有，真断了，啊，有这个习气，毗邻切婆娑。这也是阿罗汉，正的阿罗汉，他有傲慢的心，啊，佛在这里举出了三个人，这大阿罗汉，佛的大弟子，说明是习气难断。阿罗汉把习气断掉了，他就证辟支佛果，就升起了。啊，辟支佛见思烦恼跟见思烦恼习气统统断了。啊，那个、他开始修什么呢？他开始修断尘沙烦恼，
啊，尘沙烦恼断了，尘沙烦恼是法执，见思烦恼是我执。啊，尘沙烦恼断了，余习没断，他也提升了，他升到菩萨了。啊，菩萨修什么？菩萨修尘沙烦恼的余习，要把习气断掉。啊，习气断干净了，他成佛了，是法界里面的佛。啊，十法界里有四种人：佛、菩萨、圆觉、声闻。这四种人住的地方，啊，修学的地方，这是释迦佛的净土。啊，六道是释迦牟尼佛的秽土，就是染污，严重染污。啊，净土里面清净没有染污，啊，得离开六道轮回，染污就没有了，清净心就现前了。啊，下面举一个例子，譬如人被锁出脱时，啊，给你戴上手镣，戴上脚铐。啊，你行动不方便。啊，待上三天，把你解开，这就是刑具拉掉了。可是还有余习，余习什么？走路还不方便。啊，总的还得一两个星期，哎，走路才正常。这叫余习，余习难断。这现在极乐大师往生极乐世界，无复余习。这个好事到哪里去找？啊，我们按照常规84000法门去修行，啊，那叫长途。一般修行的方法，烦恼断了都有习气，通通都有余习。啊，只有往生到极乐世界，烦恼断了，余习同时也没有了，这是不可思议的境界啊！这是表能行之佛之性处，所以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你没成佛。啊，甚至于你连阿罗汉没证得。啊，为什么呢？见思烦恼没断，你是凡圣同居土往生的，凡圣同居土等于六道。确实，我们是六道去往生，生到那边呢是六道身份。极乐世界的六道啊，它只有两道，只有人天啊，没有阿修罗，没有恶鬼地狱出生，没有啊。虽然是人道，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，智慧、神通、道理、
看起来好像跟阿弥陀佛差不多。啊，并没有明显的迹象呢，你跟阿弥陀佛有差别。没有。啊，往生到极乐世界，你就能跟佛一样啊，入佛的境界。故为啊，五种缘一本的为就是康僧开的一本，为彼处诸大士究竟一切菩萨所行，具足成就无量功德。有这么一句经文。啊，彼处是西方极乐世界，诸大士是所有往生的这些人，都成为菩萨。啊，他们的智慧神通道理，啊，跟阿弥陀佛差不多。啊，那我们知道，阿弥陀佛有能力，时时刻刻分无量无边身，分身呐、啊，不是分一个身、两个身呐、啊，分无量无边身干什么？到十方世界去接引众生，这是阿弥陀佛本愿。每一个往生的人，阿弥陀佛一定去接引他。啊，佛不会妄语。不会食言，他决定来戒引你，戒引你是佛的分身啊，他的本身呢在阿弥陀佛没动啊，还在讲堂里讲经说法啊，大众恭恭敬敬在听讲，没动啊，分身去的啊。那么大众，我们到那里去，这是大众里头地位最低的。啊，虽然是地位最低，也能像阿弥陀佛一样，时时刻刻分无量无边身，啊，也不是分几个。无量无边，干什么？到一切诸佛刹土去供佛闻法啊，供佛修福啊，闻法修慧，福慧双修啊，每一尊诸佛面前都有你，你有这个本事啊。啊，这种能量，这是阿弥陀佛加持的，不是自己修成的。啊，自己要修到这个程度，到无量界。啊，我们念佛往生，花个几年的时间就成就了，这是不可思议，啊，千真万确的事实，决定不能怀疑。你要怀疑，这个机会就错过了。啊，损失是你，不是别人。于是我们就能体会到，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花开见佛，这莲花化身，花开见佛，就进入阿弥陀佛的大讲堂。在那里听经闻法啊，听什么经？正是自己想听的经，自己欢喜的经啊。佛讲经，切机切理，
上其诸佛所证之理，下其众生可度之己。你就做讲道理，因为极乐世界我们得的身，不是像现在的肉身。这个肉身很麻烦，需要饮食，需要睡眠。极乐世界的身是法性身，不是这个物质的肉体。念头也不是摩那意识那种叫妄想，不是。它完全跟法性相应，从法性所生的。所以这个身体不需要吃饭，不要饮食，能量充满，身心健康，永远不会生病，不会衰老，无量寿。进入讲堂坐在听经，出来就成佛了。为什么？没有成佛不出来。往生进入讲堂，离开讲堂成佛了，证得妙觉果位了，你才会离开讲堂。离开讲堂就融入常寂光。我刚才讲的话你要会听，分分秒秒不间断。神通作用不间断。智慧道理不断在生长，长到圆满就回到常寂光了。这一段我们就学到此地。再看下面第四段，依佛所行。依佛所行，其觉神道，修行无眼，照真大素。这一条经文里面念老注得很详细。其觉就是七觉知，又名七觉分，或者叫七菩提分，都是一个意思。菩提是梵语，翻成中国就是觉。这里头有七种，所以叫七觉知，叫七菩提分。觉者呢，有觉了与觉察之意。了是明了，察是观察。有这两种意思。觉法分为七种，所以叫知，或者叫分。就是七种。这七种之名为念、慧、精进、清安、喜、定、行识。这叫七觉知。下面呢，注条给我们做简单的解释。第一呢，这法觉知，智慧
谴责法的真伪。啊，这是很重要的。没有智慧，你就没有这个能力。啊，其实这个七觉智里头后面会学到八正道啊，这个37道品，那么老同学对于这些发现名词应该都熟悉啊，所以智慧非常重要，智慧才能够真正明了一切法的真伪，真的还是假的？啊，世间一般人都看错了，把假的看作真的，真的不认识。真的在不在？在。但是对真的一丝毫感觉都没有啊，这是没有智慧。现代人所学的是知识，知识跟智慧是两桩事情。啊，它的根源不相同，智慧是从定生。啊，定是从规矩里头来的，所以佛法讲因戒得定，因定开慧。啊，这是佛陀教学的理念跟方法。跟现在社会教学不一样，现在教育里头没有定，没有慧，所以方法发生错误，没人知道。啊，古人用的这方法，现在人不用了。不但你没看到，你听都没听说过。啊，这才是问题结症之所在呀。如何要让现在人相信？只有一个方法，把它做出来。他必须看到了，他才相信。他没有看到，他决定不相信。这是现在要恢复圣教最困难的一桩事情。可是圣贤教育不能不恢复，不恢复，人类永远离不开痛苦。
这是大事，不是小事。那么要学圣贤，要用真心。谁肯用真心？真心人人都有。迷失了，起心动念一定有果。我的利益啊，要摆在第一位。啊，别人的利益对我来说不重要，这个麻烦就大了。啊，几个人知道，人生一场梦。啊，说的人有啊，说的人醒不过来啊，要醒过来才管用啊，才知道是真的是梦啊。啊，没有醒过来的话，他还是执着那个梦境，啊，不肯放松。跟迷而不觉的人没有两样。啊，所以佛家的教学，完全是以开智慧为第一个目标。啊，所有一些方法都是帮助你开智慧。跟现在的教学不一样啊！啊，恭敬、真诚、恭敬，都要从小培养起。啊，越小越好教，为什么？他染污的少。染污的轻，年岁越大越难教。啊，三岁已经太迟了。啊，现在三岁小孩不好教啊，为什么？现在小孩天天看电视，上小学就用电脑了。啊，电视教他什么？电脑教他什么？他全学会了，根深蒂固。你要把他转过来，可难了，他生根了。啊，那么中国古人的教学，我们现在回想，那是真实智慧。从什么时候开教？从怀孕，母亲怀孕，胎教。啊，《弟子规》感应篇十三也道。不是教小孩念的，不是教小孩背的，那怎么教小孩？是父母把他做出来，让他看到，让他听到，让他接触到。啊，从怀孕就要认真去做。啊，他还没出世，但是他有感觉。啊，到他生出来的时候，他睁开眼睛，他看到了。啊，竖起耳朵，他听到了。
跟父母生活在一起，他接触到了，所以父母起心动念、言行举止，都是他在学习的功课。那你心行不正，他就学歪了。你心行正大光明，他那个圣贤的根就从这扎下去了。现代的人，年轻人，你接触他，你就感到心浮气躁，心浮气躁，学圣贤东西学不到，顶多背诵而已。为什么学不到？他没有恭敬心。从小没有人叫他恭敬，他不知道什么叫恭敬，不知道什么叫正妄，养成习惯。这麻烦真大。我们要恢复社会秩序，安定和谐，要化解灾难。我们过去真正错了200年，把它恢复起来的时候，大概还是要200年。可是一定要恢复，不恢复，世界会走向灭亡。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，遇到这一桩事情，这也是稀有的缘分呐，被我们遇到了。我们遇到了，我们有使命感。这一生呢，做一桩好事情。这个好事情如何帮助大家对传统文化、对老祖宗的东西生起信心、生起恭敬心？人越多，影响力就越大。我们发现了两个地区。让我感到很惊讶。对于圣学升起一些光明希望的心，没想到这个世界，斯里兰卡这个小国家，这个小国家的土地2个台湾大，人口只有2000万，比台湾还少。以佛教治国，多久了呢？2300年，没变。所以到斯里兰卡去观光旅游，就仿佛回到1000年前古老的时代。
啊，这里头人淳朴，啊，个个都遵守三规五戒十善八观斋戒，啊，他们真做到了，不是我们口头说的，他真敢做到了。那么这个社会，人人是好人。啊，人干的事，事事是好事。啊，人民生活并不富裕。啊，古代农耕时代，没有机械化的耕作，完全人工。啊，这个地方你看到人与人之间的那种爱啊，欢喜啊，互相关怀，互相照顾，互助合作，你在那边看到了。这个地方人没有竞争的心啊，现在这个地球社会从小就叫竞争，斯里兰卡没有竞争。啊，斯里兰卡人没有往日，这个太难得了。跟你讲真话。啊，他们修五戒十善，那就不能骗人。啊，不可以妄语，不可以两舌，不可以绮语，不可以恶口，他真做到了。啊，非常可爱，非常可值得人尊敬。啊，我们的建议跟那边的领导完全是同心同愿啊，他们早有这个念头，有因，我去的时候把这缘促成啊，我们建一个宗教大学，建一个佛教大学，面对全世界，为全世界的佛教培养弘护的师资啊，为全世界宗教造成一个平台，让大家有机会常常在一起学习，互相学习，化解宗教之间的冲突矛盾啊，带动整个世界的和谐安定啊，给予人民幸福美满的宗教的教育生活，这非常有意义。啊，那么有人问我教学，这个教育的理念跟方法，我说开头还是跟西方人走。啊，不跟西方人走，找不到老师。啊，西方的教育是佛学，不是学佛，我们很清楚。啊，但是我们在里面有机缘开口，啊，开个几堂课呢，我们用老方法做实验，啊，我们学佛，认真去学，啊，如果一年能够培养一个学生，
十年就能培养十个，就会产生影响。啊，就会帮助他们重新思考我们教学的理念跟方法，肯定古人的智慧，肯定古人的德行，肯定古人的方法超过我们，我们向他学习。啊，不应该把他们的舍掉，另外创造一套新的，新的不如旧的。那为什么呢？新的没有看，我们没有看见大彻大悟的，没有看见得定的。啊，像中国过去虚云老和尚这样的人，没见过，一个也没见过。啊，真正开悟的根就没有了。啊，我们希望能够把世尊世世代代所传的持戒、得定、开慧，把这个找回来。啊，得定证阿罗汉果，开慧就是法身菩萨。啊，我们听到没见到。啊，外国人连听也没听到，不要谈见面了。啊，所以这个要认真做实验。啊，我们有诚意求佛菩萨，希望佛菩萨感应。啊，回到这个世间来，帮助这个世间人建立信心，成就愿心，给这个世界前途带来光明与希望。所以，没有智慧，我们就不能选这一切法，哪是真的，哪是假的。啊，所以这一条很重要。啊，第二呢，精进觉知，以勇猛之心立邪行行正法。这个精进用现在的话就真干，我学了我就真干，啊，不干假的，做真正的佛弟子。啊，我们决定遵守净业三福的指导，啊，是我们修学最高的指导纲领。啊，我们真的要孝养父母，啊，要奉事师长。一个人生到世界上来，啊，对我们恩德最大的是父母跟老师，我们的生命得罪于父母，我们的智慧得罪于老师，啊，老师跟父母恩德一样大，要知道报恩呐。啊，报恩从哪里学起？从孝顺父母、尊师重道做起。啊，所以这个一定要啊，做父母的人啊，
把孝顺父母、尊师重道做出来，让你的儿女看。啊，他从出生下来就看到了，天天看你是这个样子。三年，1000天，他就跟下去了，根深蒂固。古人谚语有所谓：“3岁看80。”3岁扎的这个根，到80岁他不会改变。啊，他有他的标准，就是责罚的标准。他知道什么是正确的，什么是对的，什么是错误的。啊，他有能力辨别，他有能力选择。啊，凡是属于孝悌忠信、礼义廉耻、仁爱和平的，他知道这个是对的，他会选择；违背这个，不仁不义、无智、无礼、无信，他绝对不会去。他知道这是错误的，啊，他会把它舍弃。这撒这个根呢？啊，对人真诚，对事诚实，啊，对一切万物爱惜，这福报大了，这是福啊！啊，从小就养成修福修慧，啊，福慧双修。他才会有成就。啊，他才能够长大的时候真正荣宗耀祖啊，光大门楣啊，对社会、对国家、对人类做出大的贡献。圣贤事业，谁做的？父母做的。啊，中国古代的圣人，你仔细去观察，哪个圣人，他的父母不是圣人？啊，圣贤是教出来的，在佛教里的佛菩萨是教出来的。啊，谁教出来？老师教出来的。但是老师选学生，学生要有根。啊，学生没有善根福德，教不出来。啊，具足善根福德，这个学生不管多小，他决定懂得尊师重道，他懂得这个道理。啊，他会勇猛精进。啊，一切不善他远离，一切善法他亲近。啊，断恶修善呐、啊！你看他这个7条。啊，第一条是根本，智慧。啊，有智慧才能正干。啊，他有智慧来鉴别。啊，第三，喜觉知，心得善法，即生欢喜，法喜充满。这是什么？自受用。啊，《论语》上第一句，孔子说的：“子曰，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”学习是什么？做到了。我所学的，我做到了。啊，我学三规，三规做到了。
我学五戒，五戒做到了；我学十善，十善做到了。他怎么不欢喜啊？法喜充满了。啊，真的学会了，学了管用啊！学了不管用，学它干什么？啊，最近这些年，我2次访问英国，2005年、2006年。啊，2005年访问过牛津大学跟伦敦大学，啊，2006年呢，访问伦敦的剑桥大学跟伦敦大学，我们以为伦敦是欧洲汉学中心。啊，今年有人介绍我们法兰西的汉学研究院，啊，才知道啊，欧洲的汉学，巴黎影响力最大。巴黎这个汉学院到现在有140多年，满清时候建立。啊，我跟他们的教授、研究员做了3个半小时的交流，啊，整整一个下午。啊，深深的感觉到，欧洲汉学是把中国古籍、大族、历史来研究，啊，古代的文明，啊，研究它的价值、它的影响，啊，没有想到，现在还能用。没想到，啊，到他问我们这个汉学院怎么个叫法，啊，我就告诉他，我说第一个10年，我们要救急，啊，要救现代的社会，啊，因此我们选择的教材。方法都要与现实相结合，啊，不能脱节。那研究什么东西呢？我们研究唐太宗所选择的群书之要，这65种典籍。说我们开课就开这65门。啊，研究的方法。是希望1、2个研究员专攻一门，啊，这一门的时间是10年，啊，这10年第一个10年，我们没有老师，没有学生，我们招研究员，啊，10年之后，这一批研究员就是老师，就是教授。我们就可以正式招生办大学。啊，现在要办的没有老师啊，老师要培养啊。啊，研究员从哪里来呢？啊，这那届首相都问过我。啊，问我为什么选择在马来西亚？我说马来西亚条件够，其他地方没这个条件。啊，马来西亚有1000多个华校，就是华侨办的
小学，里面教中文，有62个中学。啊，这里有教中文的，我需要这个。啊，所以我的对象呢，研究员对象就是他们的老师，啊，教文史的老师，他们的校长。这些老师校长退下来的时候才50多岁，正好啊，研究生年到60多岁的时候，他就是世界上第一流的汉学家。啊，我这个想法得到他们的同意。啊，我说这些人，他们是读书人，他懂得读书，他懂得教学，他懂得怎样去收集资料。啊，只要他生年脑子里就一部经，啊，学易经专攻易经，学书经专攻尚书，啊，不要有第二样东西，他会得定。啊，有个6、7年，他得的是周易三昧也。啊，研究尚书的得尚书三昧也，得三昧也。啊，再继续2、3年，可能他开悟了。啊，开悟不一定要佛经啊，什么东西都可以开悟。啊，学古兰经、学圣经，只要一门深入，啊，他就能开悟。啊，开悟的时候，一切就关头。啊，所以我告诉你，这不是宗教，这是学问，啊，这是教育，啊，佛教根本就不是宗教，啊，佛菩萨阿罗汉是佛教里学位的名称，好像现在学校大学博士硕士学士，啊，阿罗汉是学士，菩萨是硕士，佛是博士，最高学位。谁都可以拉到，用什么样的典籍都行，不一定说一定要复习，不需要。啊，就是要懂得一门深入，尝试寻修，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。啊，一门深入，尝试熏修，是理念，是教育的理念。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，是手段，是方法。啊，决定不能搞杂，决定不能搞乱。啊，所以我们的研究员一个人自己有个书房，啊，卧房书房，他自己有书房，自己去研究。啊，一年之后，我们要求他做报告。啊，他所研究的东西，啊，给我们提出报告，就是讲解给我们听。啊，讲解他要写讲义，啊，讲义只要写提纲就可以了，慢慢再补充，啊，一遍一遍的不断去重复，啊，10遍20遍，他就成了一本著作了。啊，那么我们拿他的著作，拿他讲演的观点，送到国家教育部。去审查，如果达到大学博士这个水平，我就要求教育部颁发给我们研究员汉学博士学位。啊，他有这个地位，这个学位，他就可以在全世界著名大学里面教中文，教汉学。
啊，我们的目标是希望100人到200人，啊，真管用啊！啊，这个诺贝尔教授听了之后感到非常惊讶，怎么几千年东西现在管用？现在管用，真管用！这他的兴趣就很浓了。他们没想到，把它当作历史文物看待，当作古董去研究。啊，我们是要拿来的时候，只挽救今天的社会。啊，所以他主动提出了要求，跟我们合作，我说欢迎。是你们那些知识，我们也需要。啊，提出中国传统文化来拯救21世纪的社会，是英国人汤恩比伯斯，他提出来。啊，那么我在英国访问的时候，问英国这些学者，啊，学校的这些学生，我问他们，你们对汤恩比的话相不相信？啊，我的问题提出来，等了半天没人回答。我从反面说一句，我说：“难道汤恩比博士说错了吗？”啊，他们对着我笑，也不说话。最后逼着我没办法，我只好对他们赞叹：“我说你们很聪明，既不承认也不反对。”啊，为什么不承认？你有怀疑。为什么不反对？汤恩比的是权威教授，名气太大了，不敢批评他。啊，是不是这么一个心态啊？是的，有怀疑是真的。啊，我说你要是问我，我可以告诉你。我完全赞成他的话，他的话一点都是没说错。啊，他说的话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而我们听他的话呢，体会不够，啊，了解不够，所以产生怀疑。啊，不够的原因呢，是因为你们没有去读汉学。啊，他说拯救21世纪啊，这个社会问题只有中国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啊，你们对孔孟学说失学了，不够深入，你们对大乘佛法也是学了一个皮毛，不够深度啊，如果深入进去的话，你听到汤恩比的话，决定赞成。他的话说的一点都不错。啊，所以正确的选择，你就有真正真干就出来了。真干呢，那一定生欢喜，连到来的呀。啊，就发喜充满了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